前方大约300米，到达目的地附近。绿灯了，在这边。嗯，我们就住那边了，然后带引擎。不行，那里不要靠左。我靠左对啊。要靠边边嘞！哦，现在因为塞车，又晚了几分钟，7:59，剩下170公尺。即将到达目的地附近。为什么没有印象？到了啦，到了。到了那边，那洞。那一洞。那一洞。哦。哦，回来了，我的三只狗，我看到了。我到了，七点。到达目的地附近，路径导航结束。到了，小心。到了。从台古一丘面开始，有100米的交通拥堵。到了，哟吼。OK， 达阵，拜拜，感恩，感谢老天爷。